再一个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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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张玉瑞。一样是健美吗？对，健美。就只有几项？对，就是健美。怎么不多报名几项呢？啊？怎么不多报名几项呢？我后面有报那个新秀，就是两个75下的。形体新秀吗？都是健美，也是健美。健美新秀。对对对。就两项。对，跟这个健美60下的。怎么会喜欢健身？就一开始看到偶像，觉得说身材怎么棒，非常棒，所以就想健身。你是说你的偶像是谁？之前是看到，你知道刘志敏吗？吴基敏。哦，刘志敏。对。那你最有自信的部位是哪里？二头肌。所以你的二头是你的自身关键是吗？差不多。那可以摆一下二头的部分吗？建议可以摸一下吗？摸一下。嗯。有人怀疑是打针吗？不会啊，我这么小只。那你大概练多大了？我吗？就是手臂的部分。手臂哦，大概14寸，没有很大。那你现在练习状态怎么样？普通。普通。普通就是可能就是比较普通的名次哦。对对对，因为可能本身固性比较不错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要进行比赛，成人男子成人健美组，55公斤以下，那有请我们代表团。